高二那种那个测试里面，测试都 OK 的。山崎大这个缩写就是根本就搞不清楚 WWP 然后有什么回应，我们可能他们做熟了，他们熟了，但是现在人家看来他们 WWP 还是在这里，他知道吗？我不一定，我觉得他不一定知道。还有还有什么啊？什么什么回关系缩写？你看我这些都写成 AMK 还好一点 ，AMK 这个还好一点 ，CWP 它这是什么东西 ？APC 是什么东西？它缩写很多缩写，不是说这只是专一的那个缩写，真不知道。这个要是他来了，我第一次看我也不知道。我们不是在这边，是在那边。我的意思是，我马上清理新系统了，所以现在已经改成这样。但是我已经学一个新系统。听你要新系统的时候，我的新系统我的在之前就改过来了，我就不会还是看这个包。新系统新系统不要了，而且新系统你还不知道，他们还没在我们学习，我还不知道新系统名字该怎么去写，所以能不能直接导入一下什么都不清楚。其实他们做好之后，在我们用好之后，我们根据他那个东西，你再想一想怎么把这个资料换出去，大家比较容易看。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种想法。我第一次是这个之前我编好的名字，你干脆把它改成写大大名，那没有必要，这书写我都看不懂。我反正我现在也看不懂，我是为大家看，我是为大家着想，不是为我个人。所以我要不我写名字很简单了，我不要写成长名，就写我的。对的，我就会很简单的，对不对？但是那个简单，只有我知道，或者只有大家熟悉的人，如果换了人。我是这个想法，所以他把名起的来证明。所以看到他的配的是色方案的是吧？他是个妖怪。改啊，我现在改。你这样搞的叫正规点吗？你搞什么？我说后来名我到底写哪个姓名的？我写那个阿木乐迪。阿乐是这个名字。如果不行我就这样，那人家给我看过了，那就是对应的。我说我在查你的里面，他们看过。你为什么要改我微信？那你改什么？你把这个名字改进去。我知道，我现在也改不来了，我还改回去干什么？你看吗？是有钱。我不想改了，我都搞完了这个内容。我改回去咋解决？哎，不是在这讲解，在这讲解，我去这里啊，今天我搞了一点。不要再说那个大白。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看啊，咱们这个里面，红包里面 ，BD 怎么写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怎么写就完了。既然大家都清楚哦，这个东西指的是这样，这个是这样。如果你把它缩写了，有时候人真看不懂。有些话是什么啦？不是说错了。以前是这种写法，但以前这种写法我觉得不太好。他们，我就知道他怎么写，我就怎么写。这样，别人看见了你知道哦，但是我确实不会有歧义啦。我是这个意思。反正，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这样好，就是这种。我是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吗？把名字改成一定，因为要是你不影响，它影响身体嘛，然后这几块就把它去掉。有的做人，所以你看，紧闭一般，然后几块去掉。还有就是 bug， 这几年没什么好讲，就是 bug。而且它这个 bug 是影响了那个 RDK， 影响，其他微信不影响。我都可以做测试，我这个测试好多遍了，经验得出来的结果，所以说让自己考虑一下。这个不影响，你为啥不影响？我们可以先把试试，先把测试吧。
那个横幅要写什么？没有啊。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行政我们就两个用对吧？那这边一期挺好的，这边不现在马上通。
汤米更有自信。卡托米啊，这边那卡托米，人家想你想你说，哎，拿不是，那去找，是在跟你我讲一样的，跟那个配的一样，也是要找卡托米拿密码，而且他那个阿聪有个什么，对，来上新的了。跟那个谁，我跟 Max 搞一次，还Tommy，还Tommy的那个，你记得吗？那搞那个跟他们要那个配置的那个密码，你记得吗？搞半天，我们后来发一次啊，后来都这个把他们全发了，全部发给把那个开始的人都一起发到里面发过去了，他才给的，你记得吗？马上20号那个是他几号来着？要搞之前搞一个活动月饼，这理论上只要他给我们都换，我们这样解决就可以了。是的，理论上是很快的，但是他不要。那个翻译，谁知道？谢啥？问了。就是，你说是也是跟那个谁，跟那个 Brand 跟那个不是说起一样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干。就这样子。啊？他不用问，他要找人就是要翻译。对对对，上部有。等一会儿你先下来，你给我打一个机。但是我搞过一次，那些人那些，但是那个天使的人比较好，那天使人可以专门给天使。所以直接找他有一个爱东西的人，有拿爱东西的他发给他，那到时候一发球到天使去。找我什么事？他问，我不知道，那怎么样？啊 ，OK， 我觉得反应是挺慢的。对，那个，反应是挺好的。哪个地方？三个多地方。OK， 那个 IP 的大厅的那个营造还是蛮喜欢的，可是 IP 应该说啊，那个装饰的，他喜欢。都比不喜欢，地方过大，哎，那个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要装修的。装修那个便宜啦，7000块你再加 OK 的，还在8000。对，然后他说那个他也是有留意到那个，哎，像那个如果我们要去看客户的话，也不是这么方便，因为怎么说我们这是在山的嘛。哎，那个就说刚才有人是把他说，如果我们在那边要去看客户，大多数都在哪里？说哎，那是这里省，那里上，说，哎，我就建议我说哎。反正中介在忙，我说哎，我们安排一下，我明天试一下，安排给你家看那个 reference page， 那个证明的 UOB 啊，因为 UOB 我觉得我也跟
作为接口，我们看的时候都看到了，对吧？如果说你看那个 UOB 八，UOB 八的话，就可以看翻译器，然后在那个在看。明天十一点，他早上班开始跟同学一夜，好啊，看老板。他们要播的话要钱。对对对。所以他们是没有帮忙打掉吗？那个 UOB 的，那同学拆不够，可以，其实可以专门把那个拆掉。拆掉比建筑拆掉了啊，不一定了不是没听过，拆掉它的那个板身重做小一点，因为那个板面，可是我们这个桌子这样做好了嘛，它那个桌子是整个 L 型。哦，你说桌啊，桌子不用拆吧，桌子丢掉。啊，就像板片丢掉，对对对对。桌子丢掉，对，好像没什么板面可以拆，只是说那个桌子中间吗？中间做丢不了对吗？我们进去进门都是那个帘子做对吗？那不是两个两个两个吗？啊，对。它的板身。毛皮不脏，有油板，多板，还有都是多，没有油板，哦，它有些板就是不知道是，那是不安全啊，我以为是桌子，对对，哦，那个简单啊，啊那个，我还以为是墙，那么厚可以把，没有墙，对对，就被一敲，对对对，哦，这个哪个老头，哪个老头敲，对，要晒伤了，对，拜拜。
你今天在家。吃主要还在那个东西。OPPO 是 OPPO 总公司吗 ？OPPO 没钱。那华为呢？是嘉怡。第一要做一部分，因为我说是捐房，然后我以为是捐，他说我要说话其他方面，第一然后又第一又是说说什么，然后说总该问我说，涨，对上面，涨，然后把照片发给他，肯定的嘛，对，要下了。被打枪，那点开水，那点开水，说不可以，我放屁。你再去看 UOB 拍的，UOB 拍的旁边那个。
但是是真的小，然后13000，就说要控制在14000，但是现在这个这附近的价钱都只剩6000。整天说发达了，整天说搬来的话，在附近这些市中心，破1000，破那大了，不是大了，破就是你知道安化吗？就是那个 ACIA。ACIA 就是在，所以它靠海的嘛，对，它也能看到海那个 office， 也不是，就是它的窗户就是很旧的、很脏的，然后一楼因为那个它没有像这种要 access 嘛，谁都可以进来，因为每个人都要去挂嘛，不用登记，就是楼下像菜市场那样，而且它楼下也是一楼也是有店的，什么沃森斯啊、妈妈说的咖啡店是也是卖的，就它那个电梯很多的，那楼上破。一般了，还可以。那个office 看不出破，因为它是全部搞到完的了，已经是变成毛坯房，所以你也看不出好坏，反正就是水泥地了。还在同样装修吗？但是那个装修的就还可能可以，因为才7000块吧，你再把装修除下去，也不要一万，两三不懂装修啊。看看如果是，因为是算3年嘛，36个月的话，我先打底要5000，装修可以打出36。一个月才1000多，那是什么三十多？7000，干了7000，八多少？差不多8000多。你其他你懂吗？你知道吗？你刚才说拍的其实离地球不近，它是你查一下在那个它跟也不是它跟那个叫什么？不是，就是在这附近，什么安森路，就是有很多大公司在。腾冲房价吗？啊，对，腾冲房好多还不上车的。很多大公司在。在云南吗？很多大公司。但是那边最烦的也是没地方停车，我每次去那很烦，没有他不那个什么他跑。也可以啦。很高很高。一千戈壁而已。六戈壁啊。哎，腾冲800还蛮低啊。那这要装修吗？不懂啊，没那么喜欢。其实外面看不出来，然后他那个沙发是很垃圾，但能可以看到啊。合约要找合约，那个，那你说一下，
入职合同那边，合约那边，我找我大爷。谁把 Thanks 拉进来？对，签下来，拉起来了，我也给你问句了。五分钟就面完了，不够漂亮。我他妈的比这还快，他才不浪费时间呢，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多的事儿，多的事儿，我妈，好多半年才找到工作，又年轻又漂亮，要名好学校毕业，然后薪水要低。时间性比较多啊，对，我帮他办一批吗？妈，我看到啊，时间性。他每次开会就说，我最近见了，啊，这个礼拜打算约几个，啊，每个礼拜就是这句话，打算约几个。哎，那我也可以啊，我。哎，这我操，你比他约的不好吗？他们这礼拜，这礼拜约几个？然后上个礼拜是说，换了一下说，最近身边的人多起来了，打算约几个。真的，记者换了一下。然后艾比就是，艾比是什么？艾比就是，就是日常工作，没有什么太多，对吧？对啊，真的这么说？这他前面会讲他怎么映射了几个，怎么封控了几个，都没都几句话，然后其他就是日常工作，没什么特别，就行了。真的，一分钟。范范也是，他们两个。以前我讲经常讲二十分钟，我现在讲三分钟。一分钟太短。真的，我约你啊，最近约几个，范范应该没有，应该是二十分钟。正好反正来。你可这么快就把我手机给你？那还能有这么几个资料，还能怎样？让他飞上天去？那说他妈要七天啊！他弄好吧？你看是这个保证一样，4:25。哪一个？徐哥。啊，弄好了。保证。啊。看看。第一个他肯定快，第一个他肯定快一点。就下去抓一个。好，填了啊。啊，填了。那个 ID 是吗？12345啊，13425。我们都不知道是吧？这个，他叫我们测试的付款。啊。机器呢？上手桌面。你测好吧，我来测一下呗。机器好，来测一下。来，你先把它测一下。可是我没有视频，我没有视频嘞，你有吧？我视频。我有。我没有视频。妈，上次亏了1分1毛钱给他。哦，就那个视频啊，那个视频可以存钱进去是吧？跟客人一样。
给我这个删要删掉完了。嗯。算了，改吧，好，offline下去了。可以啊，你把它改一下，不是直接改进去了，不用删。这不可以改没？耶、yeah。哦，不能改，因为我之前好像能改。你算里面有发通道吗？算里面有发通道。没有 offline 就 install 要点 install 啊。你截个图发到那个群里，你说我们应该选 install 还是选 online？ 不是，就把那两个给他，不要把所有的给。对，就接这两个。哎，对，你让你问他。我看到你们撒一口出来。提一下啥？我们班表我看了。算进吧，不然你给我一分钟啊，首先。他们要一个人要值班。哎，可以，看见了。我们开三个，但是手表慢。慢点。你改一下不就行了？哦，你可以直接改吗？可以啊，这个是中国自己现的。不是，你先问他，你先问视频，哎，视频 online 还是视频？选那个视频。你那你你是多换的，你先那个，我不知道行不行。谁欠薪不行？调休热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拜一拜二拜三这三天，其实也就欠一个人而已，欠一个人。他五天上来了。拜一拜二吧，就让花钱来垫了。为什么让你弄搞？那你能搞一天啊？那你能不是说他有孩子？轮流嘛。哦，他有两天。他这里有两天。哦，那谁啊？就是每啊、哦，那就是每个人都两天。每个人对，我就说平均的那两天是这两天，然后他补这两天放假而已。哦，那就马上休息了。哦，是吧？休周末他们看了吗？我觉得是看了的，没有意义。哦，没有问啊。你觉得是看？你给他们看一下吧。天，他们有人看到的吗？他这个都是跟家庭做生意。等一下，还是通知他一下，我跟他说，我让他们看，没问题。主要是一二三，刘瑞给我做晚班。哦，做晚班的。那你这边有啊？有啊，有啊，早上有。拜一拜二我在，拜三那个他做了晚班吗？做什么？做个红包。那你做两天，不然就他来呗。那跟他们做了，再欠休一天。也可以啊。做一天就好。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反正。你是做一天不了，他做两天。搞一天给让有一个人。你搞一个尾花做多少？啊，对啊，尾花，对啊，为什么尾花做一天呢？哦，尾花两天。哎，但是早晚了。那上两天就上三，那就上四天了，不行。灿节三天，李东两天是吧？是这样没错啊，明天两天。这边没错，上面的你看上面的是没有错，这主要就是一二三而已。一二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是看整个 period， 因为从这边到这边，从这七天吧，就是他们。这里面的所有他们只要名字一出现就是欠休嘛，就我看他说他们欠休。对啊。这不 OK 吗？你问了吗？你一看了吗？你每天填这种后台的资料，每天填现在的自然资料，你是看他们的名字搞这边看。哦，那个还要哦，那个是两天晚班，然后三天早班。哇，那他不是就是那种晚班转早班的吗？可以拉，你这不是变成晚班早班了？
对，完事儿再找嘛，就找在家里喽。洗头药，就白天就他们有吗？就在家里喽。他们没有啊，省着院。反正我跟他的话，哦，你换成别人吧，换就行。要是两天都换的，你换了一天，之前也是晚上走的。你休息吗？不是他休息，那个是周末得休两天。如果他休这几天，可以去帮他吗？如果黄毛能够独当一面，他是来几天他当了毛？当不了了。你觉得他一礼拜能当完啥地方？他一个月能当，我都偷笑了，我操！他基础比你们差得多了，而且我觉得他，比武能力还可以吧，不是说相当于没有你那么优秀，我感觉。这三年其实我们不会不上，我们上来找嘛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就他们欠薪了，要找三个人来，大家是可以。现在的话，我不看之前我就看这七天啊，就是我明俊的话是三天，欠他三天。当然说你之前已经还了，但是说是欠了对吧？欠三天，因为按道理他们的想法是我们这个就是休七天，我挨过在里面的就是欠五天 ，OK， 所以是三天，李东是两天，啊？李东是两天吧，不错。对啊，李东两天。这个已经不在那行。哦，哦，是到这里是吧？哦，不要看这里啊！哦 ，OK， 哦，我这样，是吗？所以是一到七都是修完了。所以我就看这里了。这里的话，明俊是，哇，明俊三欠三千了。那李东呢？李东修完了。不行，拉李东来啥？谁他妈说？我没说过他可以啊，我说这次啊。没有说是太晚，只是说上次还是不一样了，把他拉进来了。那他一天都没有啊！他妈的，名分啊！伟华才一天啊！你妈的，你这不公平啊！明俊三天，他肯定说你整他呀。伟华一天，妈灿杰就也是一天，不可以拉。那就五个人了，是吧？对啊，你这样，他明俊肯定说你搞我，他肯定说是我搞他，他肯定以为我拍的。就像你看啊，这样刁一点，把明俊调去李东这边，李东又调去林轩如这边。那他就变成这休两天了。就也一样啊，就是，那还在你看他们的思维，调啦，形式上就是。调，你哎，你这样的话，你三天他说你整你的，他只看这里的，他问石板的，他直接说我整他，你他妈。这两个调一下，那明俊就一天了。明俊一天，鬼话一天，张杰天，李东就两天。那就又不公平了呀！一定是不公平的。那一定是一个单数，一个双数的。只是说谁肯定，不过我觉得张杰估计一样。我在买，你看以前。希望他要走了，一般一个礼拜有七个晚班嘛，总会有一个人只上一个礼拜一天晚班。加钱。给李东一天，看能不能排成。之前。给李东一天，这他妈人情世故。给李东一天好不容易的，他肯定不能是最多的，但是我也不能给他。给他一天，然后林俊两天，然后那三个人两天都可以。然后你的晚班是什么时候？你的晚班是什么？你的晚班是三号，礼拜三。OK， 我跟你说这样，
你把李东整成一天，然后呢，那几个人两天无所谓，可以，然后把你们一个一个往上拿。三个男的吗？不是两个吗？哦。可以这么快，拿药瑞哥一天吧，你们做一天也是，各一天，这样他们不会是弟弟。拿瑞哥，但是瑞哥不要两天，就是瑞哥一天一天，这样他们不弟弟。看能不能调。可以，能调调调一下，然后李东一天，然后明俊那些随便你几天。OK， 然后你跟瑞哥一天。象征一下就好了，如果不放他们的确很麻烦，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拆，所以以后还得面对，也不能搞太僵。但是你这样，明俊肯定妈得去搞事情，他肯定要同意，不可以。然后你给李东两天，他也，所以就不行，好吧？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你就排完，你给我看一下，我让他去。你可以，谢谢谢谢。你不行，你可以弄个 offline， 然后把这个再弄。行不行？你看行不行？不行就我打。就是稍微要费点话。我还好，剩下人还少。你妈的！我之前排那个 B 站的产量，哎，你 B 站怎么样？剩三个现在。B 站剩两个人。啊？之前三两个人还好，现在那就是只有一个班了。九点到十点。好好。之前三个人，然后他妈的要排早晚班。七天要排早晚班。后来排，然后那个什么凤翔，他说他可以排，然后我就给他排，那不太鸡巴难了。而且他们都欠休十几天的嘞。因为我们凤翔欠休几次说到去十二点啊，现在都不了了之了，不知道啊。说是为了配合他们那个缩短，是为了配合他们裁员吧。他现在又不知道裁不裁，又不知道，天天说裁员，现在又不动。就裁了一个人在，我那个裁的是必须得裁，而且那个小白板都没有背景，没有好裁，所以他当时就说裁完小白板要裁西尾巴，要影响西尾巴的背景，然后我跟他说为什么裁可爱，然后裁可爱，然后他就思考，然后就卡住了，他想裁，他想裁尾巴，问题是。那么强嘛，那个位置，就不是那么这剩个老板的。不知道我这送送的，可能是卖的好，我觉得可能是卖的。赶紧把明天搞了，三个蛋。我给他三七天，我可以领了吗？啊？我把他搞掉了，三三七天。三谁三七天？三给他七天。不是啦，不是说你把明俊的这个三天搞掉。哦。他妈他给你在投诉路上。我以为你叫我把他人搞掉。不是他把我搞掉，你知道吗？他那天去投诉的路上，他说你妈的 ，Max 针对我，给我三天。
Shopee Pay 的啊，这个 MDR 我不用钱，没钱，我老婆要借钱，他说你权利也够了，说这个 MDR 我们不用车，这个可能算属于商业机密，这是我们跟别人签的最低的合同，不应该干的。可以走，不然我们车更好，车便宜。试试，没事。哎哥，你看他那个班表了，是不是只是排了你一点班，就低一点？哦，哦都行，我们都行。明俊骂他，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期间你用啊，期间比较节约，明俊一天、两天啊，一般是三天要回家，然后你隔壁天都不用。感觉 ，nice 就说，我觉得，是不是？他是他想把所有的方方面面照顾到，不可能的。跟错。看你这天上班，休息一天，休息两天又上班，休息一天，休息两天，休息三天。你都还好啦，你都一二三四五在休息嘛。你本来的话，如果你站在一个员工角度看，他会可以更好。T 这是 T 是谁 ？T 是你啊 ，Terry 啊 ，M L 是 Max 啊，Max 你俩在干嘛？好的。对吗？哥哥，我给你搞掉一天。啊啊！一天啊，他也跟我说对。我就是想着你们了啊。反正没必要就是。反正也很正常，不要去，最多就不要，对吧？最多就不要停，好，就不出现三天，也不出现。我这个面试竟然 OK 我，五分钟就给你来 OK， 要紧啊！他都不懂哎，回去，人家又是有。哎呀妈呀，下人都这样呢。
就他妈跟我讲 offer， 我觉得他骗我的。我说、啊，他说那边所以他今天一定要回答他的父母。然后我就说，哦，能不能车上等，就在外面开会。他说你等一下啊。啊，他妈过得很快，就说、他们愿意谁？他妈的，我就是在挤牙，我操！他妈的这么快，我他妈有点挤牙，我觉得很挤牙啊，我觉得很挤牙嘞。今年是很多块的。哎，你们马来西亚人这么挤牙的？我因为自己。今年是。他怎么了？哎，看看他，这就是神经病，他问你是，他就是这样的。我问他，哎呦，他说外面买的。我要讲讲他啊，我可以跟你继续说。啊，他又长篇大论的啦。这么大一个小问题，你跟我说，说完吧，说吃光这么多。给他发了一个礼拜没发出去了，我操，他这是真的服了，这个人谁也服我没办法。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嘛，下午她妈接她回家，然后让她睡觉，在床上滚了一个小时睡不着，我爸妈睡不着，然后爸妈说那起来学学会习惯，去睡觉吧，睡着，睡着，操！哎呀我操，这次当小孩子真的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这都一样的，吓死我！我说我靠，这催眠还真他妈强，这都一样的，起来学会习惯，然后就睡着了，一样的，一样的。滚了一小时不睡，其实他在那里不让滚的，想起来玩，你说起来玩会吧，我晚上起来。吃蛇，我们吃那个酸菜鱼。啊，酸菜鱼。你要改吗？你要把它改掉算了。改什么？你不就要改吗？那成本来吗？你是用设计 online 还是什么？还是不要改？要改就不改吗？反正酸菜鱼不知道。建立的话，我看一看你能不能把它取得到。
大特什么，他跟那外星人。你说你明年回来不回来？我我这是帮着你换手，换手。这句话有问题吗？什么 won't be in the office probably once or twice a week， 这妈病句，这到底是 won't be office 还是 once or twice a week？ 我就慢慢跟他就说不清。But then I quit， 是吧 ？I quit， 休息。La la la， I still， so I'm not sure about that。So it's not important for me to be there will be a physical presence in the yard. So it's not important for me. Yeah, any urgent can wait. Hey, John.上面第三个找房子嘛，大小姐不分，随便说。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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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进去。你要等着吧，我会会进去。既然已经进去。QFI 什么 ？QFIM。M。麦当劳的。哦。然后。Q， 你四个报。QFIM。三。四个一起报。三 IRK。三 IRK， 三 IRK， 对吧？三 IRK， 三不是一。哎，那个房子里面那个住户是说 register 还是说那什么？没什么。房子的租客和安住租客啊，等等。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二开头，你 register 呢？我中文你要问的。房客，住户啊，住户，住在里面住的那个用户，他们会问你啊。拿个牌子，你是 visitor 还是 register 是吗？啊，register 你登记了，其实 register 是登记，对不对？还有那个呢，还有一个叫什么不用登记的那个。如果你看我们 GB 啊，GB 就是这一栋楼28层的其中一个店的 tenant， 就我们这讲不是 tenant 租下来的，不是讲的不是 tenant， 买的话就是有地方叫得到。这叫 register 是注册 ，resident 是啊注册过的，不是 resident 是你住在一个盛港啊后港啊你是后港的 resident， 什么意思？居民 resident、居住者啊，所以啊 resident 啊，你也就是想说一遍，肯定行啊，跟绿码的这个配置好。他把你这个搞定，其实很简单。他是动态码吗？跟 Grab 一样的是吧？来。后面。
去你妈，他家里真忙。是的。你呢？而且速度很快。跟你上传我。上传什么？就是叫你上传一个图片给你嘛。不用上传图片的。啊，我上传。不用，你不用贴，你不要上传，你就跟他讲是的，可以了，我觉得。我知道，你别传。啊。他要什么视频拍 text。这 ID 你就写 ID 就给他就行了，他有个 ID， 别上传了，你别你 ID 是多少？啊，这个是吹就是英文是吧？什么 text ID 啊？这是 ID， 有这个吗？这是客户的，不是厂家的。对，有客户的，我们有，我们这个。一拍照，你这一搞就是公拉呀，公拉不行，你就写这个，就我们测试的嘛，就是我们测试的结果，你把这个给你写上，你跟他讲啊，这是我们测试的，这个是我们测试的结果。什么时候测试的？要写今天测试的。啊，对啊，日期。这不可能不行，不对。你要是哪一个？看是哪一个？来看，看，点这个，这是什么？哦，我还点了这个，你看。啊，对，啊，就是这个。其实前一年起的嘛，对吧？前一次好，前一次说。可是他 offline 给收钱了，你们。又是他说我们表现了。还是你这上面写的是 offline， 收钱的呀，人家 offline 人看得到的，你有地址的就是 on offline， 所以你没用，你骗他也没有用。他也不管。他也不管。其实按道理应该，我们后面配置还是要按照那个不能用那个 online 配置 ，install 配置，只能说他俩都能用，对吧？其实我们这样做不对的，因为他最后还是看那个表格的层面，就表格记录是看表格。他说什么？哈哈，对的。